长，可能为他学的几个没什么对口的专业而 stop。 手指上还没戒指，还不知我是谁，自我感觉良好，未来想做什么全没有头绪。当我想到那遥远的未来，没什么可以靠过着，独立和依赖父母的混合生活，承认的承诺和责任在被推迟，未来会怎样，彷徨又怎样，今日的迷茫，也许等，也许慌张，但必须承认这是激动的心理。爆裂的巨响，谁无奈的沧桑？